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商报刘卓兰。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三里河公园，这里也被称为北京的小江南。而在这周边藏着很多北京小众又文艺的门店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河流、树林、西边小店，三里河公园给人带来自然静谧又古色古香的感觉。岸边发展出了咖啡店、文化阅读空间等多类型门店，更有不少相声、书评、京剧体验等国粹活动加入其中。在胡同小巷里，还有不少独家定制私房菜馆，这里或许能让你在闹市中寻找到一份独特静谧的感受。